主料：火腿15克，黄瓜100克，金钩海米1克，辅料盐2克，生抽2毫升，鸡精1克，香油2毫升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准备食材：鲜面条、黄瓜和火腿切丝，葱花切好，先拉面煮熟，放入冷开水中煲凉备用。热锅热油爆香葱花，放入海米爆香，加入黄瓜、火腿丝炒熟，放入适量温水煮开，加入盐、鸡精和香油出锅。成品：烹饪技巧，海米提前过油才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